开始的部分的话，你用这个书，他不会觉得怎样。哦，你这个书他价值增长，那就很严重了哈。就慢慢梳哈，让他喜欢，然后手去按摩他，好，然后再梳，然后再这样子，他就觉得哇，超爽的。好，哦，让人家美容还是让人家梳毛是一件很爽的事情，很享受啦。当然可以俩卡贝感换，哦，当然可以俩零感换，做舒服的，你都是享受你啊，哦，不是一个苦差事。可是他们会觉得说，哇，洗澡真的好痛苦哦，因为哈，哦，怎样子怎样子，吹风机的声音啦，啊，哦，还是剪指甲，啊，他们就是会呢。可是要让他习惯就好了哈，哦，对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用这边梳的话，会让他喜欢，好，哦，哇，让他舒服一点哈，哦，很舒服的一件事情。哦，让他平躺的话，他也比较不敢憋笑哈，哦，乖哦，乖，没来劲。这样子说，好乖哦，好乖，好乖哦，好乖，好乖。